那锅是啥呀？那锅是啥呀？菜粉条子。啊，我说整啥玩意？酸菜粉条子。新年快乐啊！那锅忽悠你呢。啊，小孩搁屋呢。过了腊八就是年，小孩搁屋呢。主播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啊！兄弟你放音乐，我以为走错直播间了，看见你媳妇我说没错啊。过年了得整点喜，过年得整点喜庆的，不能老放那一个音乐呀，是不是？那再一个你看不着你我妈这个房间，你还看不看看那啥了吗？还蒙圈了吗？今儿晚上喝了，这是不是？高兴了喝的。过年了，完了之后我随意我就找了一个歌曲，就不是原先那个了，就是这个歌曲了。我寻思这个喜庆点的，热闹闹的。我的老弟，你说对了，姐喝了。哎呀，过年了，累一年了，该喝就得喝呀，是不是？新年快乐，姐啊、哦。咋了？没咋的，洗的是什么呀？肠子，猪肠子。对呀、哦，猪肠子还挺肥的呢。这不是今天准备洗洗？你们都烀肉了吗，家人们？烀没烀肉啊？我一边拿手机看你们一家人，一边烧炕啊、一边烧炕烧炉烧锅炉啊。快调调小心呐，烧锅炉。他也是农村的，12个菜啊，12个啊，农村的，12个。明天你们都多少菜？来给我打出来，我看看，我看你们都多少个菜。我家10个。我整8个，整太多累的，8个菜。这我也真不咋怎么吃啥吃不啥。啊？其实都吃不了。哎呀，还有整16个的呢。哎呀，这家不少。一个月份一个菜，12个菜是不是啊？今儿我家就10个菜。啊，我家订饭店省事儿。还有整20个菜的呢，咱家那天不就整16个？16个，咱整16个，20个实在，20个，哎呦，我家28个，那得多大桌子，桌你都放不下。人多呗。不是人多，现在也吃不了。人家那啥呗，人口多呗。还是订饭店省事儿啊。直接一去一吃吧完就完事儿，乐呵的，是不是？正好三十晚上一包饺子就完事儿。对呀、啊，过年7-8个菜就行。其实这玩意就是随心情，有时候吧，哎，能多整几个，其实倒吃不几个。那你说是4个菜就够，但是越多整点儿，它不是哎好吗？我拍一单玉米碴子，啥时候发货？那你现在都是那啥了，都是预发货了，都得是初四五以后了，因为都放假了，快递呀、啊。你们过年不上楼，上啥楼啊？过年就搁屯子了，还上啥楼啊？年货都办办完了，都那啥了。今天上午搁街里又整吧，完了回来，基本上就完事儿了。真就吃不多少，是不是、啊、吃不多少。买了鞭炮必须得买呀，我买100多块钱呢，150-160块钱的呢。
有算晚嘛不吗？有，就是有的话，你现在拍他也得过了年以后发呀，这都放假了，高兴的姥姥啊。玉米碴子多少钱一斤呢？玉米碴子可那个你现在也拍不了，你现在拍得过了年能那啥呢？孩子挺会说的，谢谢啊。初四五发货，他得也得初四五能发货，初四五吧快递能走。声音小吗？做的什么没看明白？这个是猪肠子，猪大肠。猪肠子，猪肠子不小是不是？猪肠子这还挺肥的呢。他用的是啥洗的这个是？面。他用面。面用面洗的，还得搁盐搁醋给它杀一下，给它泡泡。胖孩搁屋拼那啥呢？拼小吃呢。欢迎爽爷啊。过年了忙的就是累呀，那你咋整？过年了不就是说的图一个就是团圆嘛。这小孩才招人稀罕呢，看他的作品真好，谢谢平安师傅啊，感谢啊。太短了要成根的干净啊。这里面咋一个豆一个豆的呢？妈妈，我看大猪肠子，你看看吧。这妈都那啥了，这妈都嘎一咕噜一咕噜的，要不然洗不好洗。哎，你那手都能伸里去啊？那要不然我说这猪肠子是可好了，挺粗的呢。妈妈，这个白的是啥？你这白是肥肉。太短了，要成根的感觉。这里头水，那是面粉，面妈糊的那。面粉。不下去。让我妈洗着呢，这还挺难的。都洗了？我都洗啊。自己家洗的肠子就是干净，你咋得洗好几遍呢？像这个脱袜子似的。对呀，你这外面那啥还有里面的，里面埋的呀。里面有脏的东西啥的，脏碗的。小胖孩可爱，谢谢啊。嗯，今天晚上整几个菜，今天晚上就先我不知道啊，就对付对付呗，完了等明天直接就整十二个菜嘛。这是东北哪儿嘎的啊？这是黑龙江绥化北林区双河镇啊、哦、就是这就是我们家这儿。别说这小肠子真挺难的，比我上回买的干。让胖孩讲两句啊。你来讲两句啊，来给讲两句。叔叔阿姨你们好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虎年大吉。你们干的都几个菜你们？用食用盐洗干净啊，洗肠子用啥洗的？他用的是那个是面，又使用啥呀？那也得用盐是不是啊？小孩你好，阿姨爱你，春节快乐，用盐和醋。对。妈，肉得烀一会儿是吧？肉得烀一会儿。洗完了再打。那今天这屋炕不用烧了。你家孩子真好，谢谢啊。妈，他这咋一嘎一嘎的呢？啊，要不揪起来，待会儿直接再留留。快点，把豆儿都扔了，你看这嘎的。面呢？这咋这面粉这块了？干什么？
哎，绊倒了。一晃这么大了，嗯呐。往里快碗面一抓。啊，用白醋洗的干净，是不是？把我可怜。哪有啥的呢？哎呀妈呀！你媳妇儿对你妈真好。那妈呢？我妈对她也不错呀，我妈对她也非常好。长了保不上去。长太长绑不上去，费劲。你家孩子太可爱了，谢谢啊。狼啊狼，你要吗？啊，大肠里面全是油，快！哎，得把屎啥整出去啊？哪有屎？啊？你这啥没有屎的玩意儿？听你说那玩意儿啥也不能吃呢。哎呦，那个食品袋里啥呀？哪个？那袋里头。那个。嗯。这是装肠的袋。装肠的袋。这肥肠怎么吃？肥肠炒辣椒。肥肠炒青椒。炒辣椒吃呗。炒尖椒。是没杀猪啊，那你掀开锅你看看那个那肉啥的看啥样。妈，那肉皮咋那色儿呢？哪个？那肉皮啊。你说咋发红了？哎，这是不是就老汤啊？对呀。啊？那这个汤就是捞点啥是不是行啊，刘子？行。捞点干青啥的。是不是？老汤，好香啊。捞点是。哎呀，感谢送的礼物啊。那个菜高了点。是不是？嗯。烙点菜，这汤留着高丽点多好。过年不过年，使他会的酸菜好。你说使他会酸菜啊？对呀、啊，全是那啥，全是油。全是油啊！哎呀，全是油。那猪蹄子不搁这里糊吗？猪蹄不在，搁高压锅。搁高压锅下了油了，嗯。全是油花的。嗯，全油花的，放小酸菜那味儿嘎嘎的，是不是？你说那玩意儿不能吃，那干的还行。洗肥肠放点小苏打和酸菜，水洗的干净，嗯的。感谢送的礼物啊，谢谢啊，感谢宝不爱吃啊。这糖吃不吃了？不吃了，你吃吧。这糖给我吃吧。啊，你打开你自己打吧，我打不了。昨天晚上没播，昨天晚上搁店忙活了，忙活的吗呢？回来就很晚了，就没播。完了，今天我们就放假了，今天放假，但是我们搁上街里买点东西。办年货。
我拍着小骂，我27号就到明水了。我家是光箱的，那咋不往下发走了呢？那个咖啡不懂酒的罪，你给那个你要会看单号，你看看完了，或者你给那个厂家客服你问一下吧。问厂家的客服。对对，你问问他看咋的。这花两送买的，你看，我洗了好几个，那好几个都买了，一个都没。咱以后放桌吃饭去。啊？有点饿了。我也饿了，我这一天没吃饭。那吃饭吧，行不行？我也饿。放桌子吧。嗯。行。你媳妇长得挺好看，谢谢啊。感谢啊。不磕碜就行。嗯。谢谢，能磕碜就完了。嗯。吃饭我也饿了。哎，这你们那我更饿。你中午不吃了呗？还，我给你爸俩从早上到现在没吃饭。这是啥呀？猪肉酸菜。吃，赶紧吃，赶紧赶紧赶紧，咱先吃饭。爸，放桌子吃饭。爸呀。爸，你先放桌子。放桌子，咱吃饭呢。整完了，我整了，造坑整利索了，行不行吧？我问了客服，他说是正常到明水就不往下发了。那不往下发了，那不行，你就退货吧。退货能，你退的。哎，你那还问问能不能退的？退就你要能退就给他退的，退的几天钱就回来了。阿姨腿，阿姨腿是腰间盘。今天你饭挺早啊，哎呀，最牛你二哥呀，能天天人家我，今天我就放假了，昨天忙挺满嘛，今天我就开始放假了，买点东西，我们回来的早，我们中午就回来了，这忙活，挂挂灯了，整整这乱七八糟的，所以能老的天天吗？你看是你要搁街里上班吧，你正常点，你这你还能说的天天，你天天那啥吗？这家造的哈，你这家就这样，你说咋整？你那让放礼花吗？我家，我家什么2000多米不让放，啥玩意儿？正月初一、十五好像都能放，除了这一天，好像别的不要放。但农村一般没人管。他说退了，等货到才能退。那他咋就哎？他咋就到不了他那地儿呢？他到县了呢？不能啊！过年就该早吃饭。我们辽宁这边啊，辽阳这边也不让放，都没有卖的。那多多少少得放点货，得收到之后他才可以收。不是，他的意思已经到那明水县了，但是再往下人不发了。他说这是这个意思。人过年放假了吧？那有可能是放假了。给优那啥，给优对，完就给你优半拉就停了，那贵州就放假了。要不可能给你那啥，那就得过了年了。我家黑龙江绥化北林区的双河镇的啊。你先白退。等你那啥，等那个初七初八左右，你听着点那个，就是物流那个地址，对，说他动不动。如果要实在是不动的话，完你还得问客服，完看这事怎么办。小伙子，昨天怎么没直播？昨天搁店忙活利索，今天放假，所以就昨天就没播。对，给你扛到那儿了，先别着急，先别急。啊，你那边好让放炮，俺这边不让放。哎呀，我这边就是让放炮，你其实。哎呀，我也不愿意。初一对，那个十五能放。你说的，整了老大大
大三十蒸午饭都蒸好了，你说的，我告诉你，放炮就得晚吃饭。啊，去放炮，人回来人吃上了。谢谢，不急，你就那啥，那个、你就先再等等，你等等，可能是放假了，咖啡不懂酒醉。没事，你再等等。如果有汽车吗？有。初八初九，如果你要是说还收不到的情况下，那个哎，你别，你别一看给知道初八初九啊。初四五就查着，初四五有可能有就开了。啊、我不知道。你们一赶给支初八初九，你这不还给支300去了吗？三十直播吗？三十明天我想用，我用小号直播。明天上午我想用小号全程直播，大号我想歇一天。过年整的有点动静，那里有的年样，这他妈一点动，这就叫过年。那。快递都放假了，对，快递都放假了。他有可能是咋走半截了？爸，你没看看这屋那屋火啥样啊？你可整利索的。我为啥说初七八？人家初七八就是哪块该上班的也都上班了，打工的也都。正常来说，过了初五、初六，就是过了初五，他也就都上班了。不知道。嗯。我二哥他家的夜闹闹的多好啊！完了，咱们就开始吃饭，早点吃饭。吃饭这肉咱们呼着。我都饿。我也饿了。主播问问微微，豆腐泡怎么拔炸的？豆腐泡啊，豆腐泡就是把豆腐你切成是小方形的也行，切成小菱形块的也行。冲着镜头说。三角形也都可以，完放油一炸就行。给豆腐稍稍搁水投一下子，放油一炸就行。炸东西千万要注意，别崩着自己啊、哦！油一热容易烫伤了。你爱人洗的是什么？哎呀，无常的。哎呀，你这，哎，就是这个词儿咋这么狠？我咋这么听着可得劲了？你爱人？那他肯定有文化呗，文化程度高。不是说你有文化，不是人有文化人。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叫法，可能这个地方就叫爱人。可能。嗯呐。你就会说话就是。有叫爱人，有叫媳妇，还有叫什么？你哥回来了吗？疫情期间不回，回不来，回不来。谢谢微微，你谢他干啥呀？不用谢他。谢谢你。还这谢，这举手之劳的就他也不费啥事儿，还谢他呢。不用谢他。啊，山东叫对象。对，他哪个地方叫哪？我记得哪嘎有个地方还叫屋里头的。对，有，就是根据地方的叫法不一样。这称呼就称呼就是爱人和妻子，那也不能说老婆呀。哎，爱人也行，爱人比较亲切。以后我就管你叫爱人吧，行不行？啊，爱人就是最爱的人。别管我叫老姑娘就行了。嗯呐，过年了怎么没收拾屋呢？这基本上就算收拾完了，这屋咋收拾啊？必须感谢女人，必须宠，对，女人是哄的。要干啥去了？不行，这真嘎达了，真买。来妈，给我来两刀，给我来两下。那你为啥要嘎他呢？不行了，这块成埋去了。哎呀妈去！洗还洗不下去，全是屎啊，是吧？对，好像是那啥。啊，你闻闻。你尝两口呗。哎，哎，对，你给我嘎掉就行了。来，新年快乐啊、哦！你闻闻，这玩意儿洗还那啥，干洗洗不掉啊！你，我有个豆子。是猪肉是不是好了？不能好，你吃啊？不是，我说那个，我说那锅，那锅如果好，一会儿咱盛就吃饭。我买了两天菜，走了20000步，把我累的今天累都不行了。过年了，注意防火，旧电线剪啊，没事儿，谢谢啊、哦。欢迎小叶啊、哦，我们是绥化的啊、哦，绥化北林区的。
行了。儿子露不了面儿，露面不封号吗？昨天没播，昨天忙不忙？把店忙不忙？我今天放假了，今天我们店我就关门了。完了，上午办着办着年货，中午我们就回来了。所以今天晚上我播的早嘛。昨天没播，就愿意看你们一家人怎么看。谢不谢谢啊、哦？来来，水了，不要，不要了。没事没事，小孩不让路径，路径的话这不我怕封号吗？饭吃的太晚了，哎呀习惯了，那咋整？今天就算早的呢，今天你看五点六点咱就吃上饭了。小薇妹妹什么都会真好，我什么我什么都不会，不会更好，耐累呀、啊、爽爷耐累呀、啊。昨天没找到你家，昨天我没播，这是做啥好吃的呢？今天做这个，今天简单单整点酸菜，是不是搁那什么汤整的？酸菜还有猪肉，完了之后先吃着，明天就准备整12个菜了。明天这个主要是还是媳妇，是不是你主刀啊？不是你主厨啊？我主刀。但你主厨你得早点的。你可别整个你可别整这饭整到吃到下午去，那咱就可不行了啊。咱们就照着12点半准时开饭行不行？12点半咱准时开饭，家们12点半开饭是不是正好？你家真趁呢，我家趁啥了？这过年了谁家不吃肉啊？是不是平时不吃，平时咱都吃，过年咱必须得糊肉啊，对不对？这不一定说是咱一定是不一定说的咱们就是吃，咱们就要找这种感觉嘛，对不对？那啥，你12点半吃中午饭，你啥吃饺子啊？晚上吃饺子，我知道晚上几点。我半夜那我估计现在都早了，这10点半11点吃就行，咱就别整太早了。我看有的他妈7-8点钟就吃了，咱别那事儿的，咱得正经点那啥时候吃。昨天没开，那昨天没开播。来吧，把你上炕。儿子，你把那玩意拿走了。爸上炕，咱们准备开饭。你应该把那几个灯吧应该整住。没法整，接住弦之后不就好了吗？明天我爷说明天整。那明天整，明天把这个灯整亮堂的，过日咱得整亮亮堂堂的，是不是？必须得亮亮堂堂的。这家等的，哎呀妈呀，不好意思老妹儿啊、哦，昨天这搁店完了之后收拾收拾，整不整不利索。完了之后，这不吃饭。我年年7点就吃，我但是啥呢？不7点吃，我就以前就是我上学前都11点多吃。我觉得就是咋的呢？10点半11点吃行，11点吃就行。看看我妈烀的肉，搁着大锅烀的肉。把这小肉花咋了？搁大锅烀的肉，来你们瞅瞅。瞅吧，家人们。哎，这汤好啊，妈呀！这汤你要炖点干清，反正老好吃了。面包饺子炖的点好吃，包饺子炖的。你快熟了，不是糊老锅了啊？快熟了，你吃不吃切嘎子？你都没熟，咋切呀？熟了，没看见我熟的。那你就切一嘎子呗。这样切，我就知道啥，你等我好没好，你要吃。不是，那你看这你，问你妈还问你吃，你忽悠你就得吃啊！你看，你就问吃得了，一会儿问熟没熟了。那咋的？还不嫌人家吃了呢？你管这闲事儿，大过年别管我啊！明天我告诉你啊，明天啊不能跟我俩，咱们明天图一天顺利，不能跟老呲儿的我，也不能说我啊。明天没人勒死你。哎，对，这就得了。做饭我都嗯。让你儿子明天录个视频，行，现烀的好吃，我就是叫吃的。哎，是不是得搁蒜呢？一会儿扒两头蒜呗。就搁酱料吃，胃口得了。你看，也别整。
要不然你就发吧，我回家整不完，明天我整。我要给你整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能有啥？明天就咱们就过年了，谁也不能说谁。对，咱得乐乐呵呵的，是不是？把一切的烦恼事儿都抛在家人们，你们记住啊，明天过年一定，都顺顺利利的。就是一定就是别跟家人生气呀，别跟家人吵架呀，别说孩子呀。咱们把无论是这一年说有什么不顺当的事儿，有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咱过了年以后再说，千万要顺顺利利的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遇事别往心里搁，就是明天要做的事儿。一过年女的最累，我媳妇儿是最累的。一过年那家似的，我跟你说，本身吧，家人们，说实话，我媳妇儿做菜吧，妈你小点块切行。我媳妇儿做菜本身就磨蹭，她真传了我妈这个功力，她更磨蹭，她要超出于我妈，所以吧，本身十二个菜，我觉得对于她来说有点超载了。哎呀，十二个菜，家人们你们预计一下子，明天她得几点做，能十二点半能别超时能吃饭呢？对不对？也能别超时就别过时了哇。提前给你全家拜个年，谢谢啊！我谢谢这个瓦工啊，也提前给咱们直播间的老铁提前拜个年啊！祝直播间的老铁啊，虎年大吉，全家幸福啊，万事如意啊！八点有点早，我估计他再慢也不能，咱九点做就行，是不是？九点就做，因为啥呢？我们家仨锅呢，这俩锅全给他超负荷用上。完了还有个电锅呢，但是明天最好咱们就别用电锅，为啥呢？咱们电锅做的不太好吃，咱们就还是用咱这个。行，能赶不出来啊？能？不行，着急帮干点小活，你这那主要菜咱们还得搁这个大锅做。妈妈，哎，我想搁大锅做。行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7点钟就开始做，忙活呗，是就忙活这个劲儿呗。明天早上我得买条鱼去。家人们，你们那嘎达鱼多少钱一斤？来给我报出来。哎，咱们这多少钱？8块钱、9块钱呢？8块吧。8、9块钱，明天估计得涨价。其实挺不贵，明天涨价。明天得涨价，明天这菜呀，今天哎，今天这个菜我买了就有点后悔。你那啥，你扎着肉，我说。妈，行了，那些够了。扎着肉啊。行了，完这明天那啥吧。你说今天菜咋的？说一半了，你这儿的呢？我说我买的有点贵了，11块啊，辽宁10块，我们这是8块9块，我估计明天就得是10块。来给我，你看我说妈你切的大吗？行了，大就大吃。不是大没法吃，你再哎威一会儿你再给回回，你大只，一会儿让威回吧，一会儿让威给他回回。我就把这几个方的得了。3道林8.5块，是不是？那挺便宜，3道林。差不多，明天我估计就得涨价。爸，你把那屋填利索的行吗？啊？你看我爸，家人们，你看我爸这个头，我媳妇给绞的，看不看着？这你儿媳妇给绞的头咋样？行啊。哎，一会儿我喝点。我也整点。咱俩整一瓶得了。你买几个啤酒啊？啊，几个？你关键是你明天再买点呗。那行，那明天正式喝呗。拜泉鱼15块钱一斤呐。给那什么？拜泉鱼15块钱一斤，是不是？买大胖头鱼，明天整一箱。明天反正是多整点，就是不醉不休啊，就这个。你们家能把地收拾的干干净净吗？我们家吧，你就别挑我们家里了啊。他得烧火。我们家这不得烧火吗？烧完火一会儿吧，一会儿把这肉呼巴利索了，完了我们好好收拾收拾。哎，我们把这收拾收拾就好了。3道林12一斤呐。小心地上有草啊。哎，差不多，一会儿再洗呗。先吃饭吧，你看别先。哎呀，你这洗完了就后半夜了。行了，差不多，让它有点臭味儿吧，有点臭味儿好吃。那啥，你翻过这里外，你洗那啥了啊？那你光洗外面，那里面还有屎呢，你吃啊？
你还想吃，完你还怕麻烦，完你还不伸手整。你看，那你这玩意儿不得里外都？我不跟俩说了，大过年的我让着你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两口子如果要是超三句话，如果要再赶的话，就得干起来。我让着你，行不行？你媳妇儿洗东西很仔细，嗯，往好了说呢是很仔细，往那啥说那就是磨蹭。又，明天再下回你要吃肠，我还不给你洗了呢，就直接切不切搁锅里炖。哎呀，那看不着也是那么回事儿了，人就这味儿的，咋的？你媳妇儿洗的是啥呀？洗猪肠子。猪大肠。看这肠子可肥了，看。哎，你现在别洗了，你把手洗去。我洗手。你洗手，把这肉再给回回刀。这么点小事儿。那你不用免提，这手机声就小，要不然你就用免提。你说这啥玩意儿？这一用，我这我得看好，我得捞出来。捞出来就行。我这整那劲儿。你说现在就捞啊？我看看哪个行，哪个这也不行。这整那劲儿，黏糊的不切不成样。对，给它切。哎，不是，你都给它切成小块，要不然到时候没法吃。哎妈，就这样式就行了，你还能像那啥似的？你这肉这还大吗？猪肉啊，不是牛肉啊，猪肉，猪肉，你应该扒点蒜，同志。等会儿我整吧。那我就拍了啊，我可不拿了。啥玩意儿啊？我蒜。是，你就直接就拍就行。嗯。啊，对呀，扒点大蒜，放点酱油，吃点这个菜是最好吃的了。哎，你刚才洗手了吗？我想问一下吗？你说你摸完猪大肠，我在这里洗的，我能不洗吗？你洗几遍呢？我就洗一遍，我还能洗860遍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吃不吃？不吃啥？啊，必须喝点啊！妈，你先进屋去，一会儿我俩收拾吧。整点蒜，整点蒜，整点蒜，扒点蒜，扒点蒜，咱们开始开搂了。咱们今天开搂了，你看你儿子搁这嘎那啥呢？明天爸把那个就整出量了啊、哦。妈，你先上炕，上炕，扒点蒜。过年了，吃肉喝酒必须得喝，一会儿就喝。明天给你儿子衣服穿是吧？过年穿。你把手机放支架上，伸手帮媳妇干点活。我媳妇不让，我媳妇说得把直播做好了。你是没看我小号，我天天下直播，我一句话不说，我就是干活，干一样就得爱一样，你必须得专一，要不然家人们，你说我怎么能把这么漂亮的媳妇照我小6岁还是接里能追到手了？因为我专一，我想要干成一件事儿，我一定能给他追到手。你别管是我是忽悠啊，我是吼，就是巧言巧语啊，还是就怎么地呀、啊？还是我的人品还是能过得去的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你看，白锅还用？用不用再添点火了？不用了。里边的都已经架木头了。这媳妇确实挺好，多干净，干啥像啥，脾气还好。那主要脾气好，家人们，我就说句心里话，你别管是这直播间要老粉丝都知道，我们是真实生活。可能新进来粉丝就啊，你这是作秀，你这是怎么地的？你别管是咋，假如就是我们作秀，我们是整剧本，我们是怎么整？这么长时间，谁能天天这么坚持啊？对不对？那整剧本，整，那整剧本，那么整一被窝去了还能？那你是导演呗？
大蒜拍一下皮全掉了，得洗一下子。他得洗一下子。那不洗我就都拍了，还方便点。你把媳妇儿追你家来干活的，不是来洗，不是来享福的。啥叫幸福？我那就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了。对于我们家来说，啥叫幸福？就是说我们一家人身体健健康康的，哎，啥时候没有能坐在一桌那吃饭啊？小的对老的孝顺，老的还关心小的，这就叫幸福，对不对？那对一个就是对一个乞丐要饭的来说，啥叫幸福？能吃饱饭，那叫幸福。对于一个失去双腿的，啥叫幸福？我能走道，这叫幸福。对于有病的，啥叫幸福？我能有我没病，那叫幸福。这玩意就看你怎么理解的。那怎么能说我把媳妇整家了就是来遭罪的呢？谁也不傻，对不对？回不来，因为现在疫情。你家的抹布我用了，非常好，感谢反馈啊！祝你新年快乐。幸福就是你少支嘴说媳妇儿，要多夸媳妇儿。我没夸吗？夸秃噜皮了。搁点搁一个碗，搁点酱油，搁点酱油，完了整那啥。啥叫幸福？答：幸福就是遭罪。啥叫幸福？就是说是啥，能为一个人付出，这就叫幸福，这是叫遭罪吗？一家人多幸福。你说我尝你给我整一下，刚才我爷说这个臭轮子，我说不整，非得给我安上。就是把这玩意拔出来。不是，这前面黄色的。真的，其实能拔。我看他。哎，你等会儿吧，你等我两分钟。我说别安，非得给我安。等我两分钟。你媳妇真好，挺能干活，性格还好。他，我跟你说，在街里，在楼里头，或者在店里头，等我两分钟，特别能干，人缘特别特别的好。我这个血肠，这个明天刀啊，猪肠不是血肠，你把这个给妈拿屋的，这个拿屋的，妈就用那玩意儿。没人要我一个。等会儿，妈你研究。就看一个车轮子，要拼完就拼完，我的。行了，这就完事儿了。这笤帚吧，一会儿拿出来呗。外边的灯全着了，全着了。嘿，看看我有没有招儿。嘿，你这傻蛋，这小傻瓜吗？那成小傻妥了，爸过来吃饭吧。雨弟，你家走没走油？啥叫走没走油啊？你媳妇儿太好了，你过年给你媳妇儿，过年给你媳妇儿包个大红包。嗯呐，去去，把东西拿，停停，我妈都饿了，妈这我也饿了。哦，好宝贝，哎哎，上那屋去把那个酒，是不是？儿子喝点，行行，啥饮料？行，喝哪个？喝。哪个都行，喝哪个都行啊。嗯，饮料酒，加上红心给主播往上点一点啊、哦、红心飘一飘，出门捡红包吧。今天晚上吃饭挺早啊，你今天人家我们今天放假了，是我们中午就回来了，上店我们是上街里这个置办年货，中午我们就回来了，完了收拾收拾，把你上炕吧，完你上炕。啊，走油就是炸东西呀、啊！哎呀妈呀，炸呀，好像得炸，明天得炸那个肉块。哎，这个我喜欢啊，这个等一下。咋没看见你妈呢？妈要上厕所了。我天哪，我这妈没停，妈没停，就这么别擦，你看擦它干呀？你脸都好多了，擦它干呀？往这儿捏，往下边捏。我亲这。那你看，就去我妈，哎妈。咋的呢？来，儿子，把你这个东西啊、哦，收着。来，我这往这头，往这头呢。你上不去炕了吧？拿走，别客气。哎，好。把这个东西收着。哎，把那个8+1可拿过来。你爸先找，好。
啊，姑娘不是爱人。等一会儿，你别总支持我了，你等我一会儿。不行，骂人了啊、哦，爸，老骂我，骂不就你，我告诉你，给我整红号了。我爷说你、嗯、让小胖上来要红心，今天红心，哎呀妈，红心还没有人气高呢，3000多人，2000多，家人们给点点红心呗。是啥饭呢？苞米碴子饭呢？大米饭？不是大米饭，大米饭啊，大米饭，把你往前凑，把你往前凑，你拿走，往前凑。完了之后，咱们这是咱们这又有菜的，还有凉菜，咱该吃吃呗。奶奶，你别干了。我看那肉怎么好，你底下那锅是不是还着呢？啊，你看大劲儿了，大劲儿。哎哎，那谁呀、啊，威呀、啊，你看看这个。你看威威的，人家威。妈，干啥呀？一会儿威呀，凉。你看这肉，这肉要不经过你手不好吃。来吧。咋咋的吧？你扎的。扎着扎着扎着。那不行，那是可拉拉了。对呀，不是那个不行，有型的不行。那个呢？这块就行，一扎就烂了。嗯，那行，那就捞。行，捞出来，捞出来，完了之后那啥？看看家人们，看这肉。看看家人们。看看。我给切碎了。对，一切就碎就完了。烂窝了。这个也行，看一扎就透了。嗯，透了就中了。你看这汤多好。他能，妈，这汤是不是得留着？汤子，你那啥呗，留点呗，少留点。都不是少留啥，就都留着呗。妈，都留着往哪儿搁呀？搁盆里，这不能扔啊。哎，这汤留着，这你那啥呀？你到时候捞个菜啥的了。那小块的。哎呀。也行，但是再稍稍再要再呼一会儿，吃完饭。那不行，那是好了吧？那就没了。那小块不是这小块。哎，你看见生不见熟啊？那是啊，你看你切着啊。哎，这个也行。你看这啥也没吃。没了。那剩下他俩了，就搁锅呼去吧。那走了，明天咱做酱肘吧。拿酒。去拿酒拿支架，今天咱我也吃。你插盘你薅去就成。你看你让我。拿酒拿支架我也吃。哎呀，喝上了吧。这鳄鱼车太漂亮了。这鳄鱼车多上都是。妈，你先上炕，妈，妈你上炕，把这个儿子，我把这个给你靠后边，行不行？靠吧。我都不。来来来，我把这个给他靠后边，妈你上炕。爷爷，喝点一锅去烟，等于你。按搁上面搅啊你啊，这里是几瓶啊？六个，行，明天再买一瓶。行，俩就可以了。从你家买的洗碗巾，昨天收到了，用的真很好。哎呀，赶上最后一班车收到了，谢谢啊，感谢啊。来，我给你起吧，爸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没盆，没盆盖严了吗？你这么的，你应该儿子，你给爷俩串下地方，你给爷俩串下。对你得串，你不串的话没。对了，你串下地就这个面积就全那啥了，一会儿搁支架。你坐那，你坐那，你就给爷俩串一下。那我还是坐这儿，那也行。那行，
正在铺呢。我拎不开我。你跟爷俩就串一下，爷也是拉着你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来吧，那这是这不就一样的玩意儿吗？你这么来，快点的，儿子。那这不就都一样吗？你看这都是啤酒水。那没事，我给你擦。一会儿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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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之后就可以了。地方还不跟我爷呢。你给我们家这小媳妇忙的，你说这咋整呢？你说的，你还是爸爸幸福，你我不管不顾。没事，你就拿长个嘴。我说我爸，还是我爸幸福。你这咋变成那个就是啥呀？这个就是正事儿呢吗？这正不是啥呀？这咋有点像沫似的呢？那好吃，那炖的肉的沫，肉沫。好，来你也吃。我这是卖的酸菜吗？能。这是卖的酸菜吗？是。能。拿呢你来个杯呀、啊。行。你把那饮料给我。大过年的。这小铁先打对了。好，给你来个杯，好，给你来个杯，不整洒了啊！高兴之余，一会儿你给唱首歌吧，行不行？啊，一会儿你给唱首歌吧，啊！还有这个项目呢？有啊！家人们想不想听我媳妇唱歌？你盛完饭之后把那音箱弄好了。行，睡呢。还惨，我饿了。过年了，你必须得。我真饿了，我这一下午没吃饭。欢迎使用所爱品牌 AUX 模式。还真有一个沫呢。